王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ahontp.tw。四经八功心比例，七情六淫七品情，等个完善尊果法，依得良心天地地，阿弘健康万堂。这个是由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师李连杰中医师制作。每礼拜一到拜五，我李老师阿宏诚恳现场主持服务，介绍中医医理、病理、药理，包括中药、草药、病例、医案，以及着养成养分免费提供。对中医药有兴趣，或者是讲身体未平安，巴肚定在做药毒，心情未轻松。非顺序的朋友来，大家互相知识的这个相交换。人讲建议师中一点，先生显示自然好，无少企业互相研究、互相探讨，在临床上一个参考，更加注意先进动作，多加批评指教，感谢努力。各位亲爱的阿宏健康问答，咱这网友观众，大家逢年快乐，大家好！真欢喜又搁加加咱这个阿宏健康问答这个节目。咱这个节目是伫阿宏中央电台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时四点开始到六点，依然由我李老师阿宏诚恳，加咱诸位网友观众共同。来探讨研究传统的这个中医药。来，咱今日每天一味药，高到换一招。那么，咱就来介绍一味中药，叫做黄精啦。那么，这味黄精有人讲黄精，黄吼，啊，这个中药的这个名会当讲黄，譬如讲大黄。就是大黄吼，啊，咱即马来讲这个黄精，即味中药。那么即味黄精是会当补气养阴的一味这个药啊。即味黄精有人讲叫做凉行嘛，有人讲叫做太阳草。那么伊是多年生草本百合科植物。黄精的这个根茎是保养鼻炎的这个药药，主产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湖北、内蒙古啦，啊，甲陕西等等这的这个所在，拢是伫个春天、秋天两季啊来熬哦。那么伊秋季，而且个采收上介好。
伊的这个性平、味甘、入鼻、喜、心三个经。那么根据这个凌晨，吼、哦，这个将到这个风筝伊的这个提出物，在这个实验室来化验。那么伊这个黄金含有这个有硫体组苷，黄金的这个多糖、加竹糖、粉酸、黏液质。啊，甲这个醌类、酪氨酸等等有十一种氨基酸，这个淀粉啊，甲的纯氨微量元素，这个锌、糖、铁等等，这个成分啦吼，又补气、养阴、健脾、润气、益心，而这个功效的。那么伊这味红精。黄精啦吼，那么适用伫个脾胃虚弱，哦，这个身体哦比较这个人较先无力，嘴会大，食少，虚虚涩，啊少，这种的这个情形，吼、哦，啊甲肾虚精亏所引起的头晕头晕啦，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酸手软啦。哦，也甲会顺安尼啊，头毛哦，算讲少年呐、啊，头毛都扎白，这种的这个情形呐、啊，啊甲锐利、消克、定定者，这种的这个竞争。那么，根据黄精，哦，伊会当。和这个心肌脂肪质含量会当下降，所以有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止血，啊，甲抗疲劳、抗氧化、氧化吼，抗氧化，提高这个机体免疫系统，也这个免疫力。因反倒做衰老的这个作用啦，所以这个红精哦，这味药啊，会使讲较早的人讲吃了吼，重新不老就对了吼。当然，实验室证明伊的这个黄精最近过静脉啊来注射，大陆有注这个中药吼，咱台湾袂使吼，咱台湾。中医袂使注射，注射属于西医就对，所以中医袂使用注射，人大陆会使吼。那么会当明显增加这个冠脉，也这个流量哦，冠脉就是冠状动脉哦，伊就大陆拢比较对吼，拢干性就对。冠状动脉伊袂安尼讲冠状动脉吼，伊、哦、就讲冠脉安尼就对吼。哦那么对抗心肌缺血，增强对缺氧也这个耐受力哦，缺氧，也这个风筝内服拢是用砖的啦吼，拢是用砖吼、哦。那么常用量差不多十公克加三十公克吼。哦嘛，会用诶做成即个水循提出液，水浸啊来做膏，等等者有真侪种制型，拢会当啊来使用着着。那么咱即个黄精、红精吼，即个。常常用在严寒的所在，就是治疗虚结核、肺结核。哦，肺结核用到这个黄精，2500公克，水落去转，然后落去浓缩收割，啊，口服每天吃4遍，每遍吃10毫升。第二，红精会当治疗
生困的这个病。往过这个黄精适量，啊，落去对付嘴，以95%酒精，吼、哦，浸一工至两工，吼、哦，啊，落去吹，吼、哦，往过什么？往过咱这个蒸馏的就对了，吼、哦，六气蒸馏，吼、哦，啊，去了大部分的这个酒精，啊，浓缩。加3杯的这个水，啊，可以沉淀，出于这个过滤，伊的这个液，吼、哦，当然要去吹，吹了剩的这个酒精浓缩，佮到这个可以安尼那呢那果啊呢那哥哥呢，吼、哦，都成这个黄精伊的初制液啊。哦，要使用的时阵，会当直接，吼、哦，啊来抹在这个环保的，每天2遍。第三，伊会当补精气，吼、哦，这个用过这个黄精，啊加枸杞，吼、哦，枸杞个枸杞子，吼、哦，啊固定粉啦，吼、哦，啊落去加抹抹做粉，吼、哦。啊，淋巴做完，啊来吃，哦，这个会当治疗这个湿疹，吼、哦，加这个病情就对，吼、哦，譬如讲的孙阿娘，也当壮阳啦，吼、哦，啊，若是有一挂遗精的啦，吼、哦，这拢会当。用过这个红精，啊，用过浓缩的，啊，做药丸啊来吃。那么过来就是讲，这个第四吼，治疗这个气道，吼，伊的这个病。肺痨的这个病，就是咱拄下底讲的肺结核嘛吼。但是肺结核另外肺病，哦，另外还佫有其他伊的这个病症。那么譬如讲吐肺啦、咳肺啦，哦，啊佮葫芦赤白带啦，吼、哦，赤带也是白带啦。那么用过这个黄精60公克，冰糖30公克。啊，这个滚水啊，落去炖啦，炖来吃，对这个肺痨所引起的这个咳肺、吐肺，也甲葫芦、赤带、白带有真好伊的这个疗效。第五，那么囡仔吼，这个下肢微软呢，就是讲囡仔胃敢那小里麻痹的，吼、哦、啊，行路啊，胃足大汉啊，行路啊，搁颠颠倒倒安尼，行袂在这种的，吼、哦。那么用过这个黄精，吼、哦，啊个当日各30公克，啊用过滚水，吼、哦，啊落去，落去炖，吼、哦，落去炖，啊炖来吃，吼、哦。过来第二治疗胃热，吼、哦，啊嘴大一些，用过黄精18公克，啊石地黄。淮山药各15公克，天花粉、麦门冬各12公克，用个水落去转转来吃。第七，这个治疗这个焦糖哦，用个这个黄精24公克加冰糖啊炖来吃，会当治疗这个蛲虫，那个蛲虫，嗯，蛲虫，嗯。过来第八治疗高血脂的啦，吼、哦，用过黄精30公克，鲜榨25公克，吼、哦，何首乌15公克，水落去转转来吃，会当治疗高血脂、高血脂的就对，吼、哦。那么这个第九治疗这个细胞减少，吼、哦，就是讲这个
白球减少症，往过这个黄金二十两，假算讲，唔管偌重啦，唔管偌济，做两份啦，比如讲十公克安尼来讲，用过两份二十公克，这个红枣，譬如讲三粒来讲，做五分，就三五十五粒，制成一百帕，伊这个转制，来吃，每遍吃二十毫升，然后每天吃三遍至四遍。第十，治疗糖尿病，黄芩效果真好，用过十五公克，淮山药十五公克，地母加玉竹、麦门冬各十二公克，水落去煮来吃，会当治疗糖尿病。若有嘴干的时阵，当然啦，爱搁加咱拄啊，无咧讲花粉，天花粉，会当搁加。加这个圆心就是乌心，麦当讲恒心，正名是恒心，麦当伊个中医师开药拢开圆心啦，有人讲乌心嘛，因为迄圆心就是乌乌嘛，所以有人讲乌心，会当治疗咱这个糖尿病、嘴干，人忝人闲无力。食到气阴两虚的糖尿病，这效果比较得较好了吼。食这个黄精要注意啦吼，就是讲，那是这个中寒闹邪，就是讲这个脾胃啦，脾胃较虚寒的啦吼，较寒湿的闹邪的这，较痰湿脾满气滞的食。这样、这种卖假这个黄精、那么假这个黄精注意，爱注意了，因为这个黄精有假，有假，有种的阵安尼啊，是马前科植物，是乌麻丁，也这个根，这称为这个算讲高门，外形敢那黄精的，这有大毒，所以要注意。那唔知影有诶在咱台湾是无啦那么大陆诶时阵，这风筝赶紧诶，骨断啊诶时阵安尼啊，补一挂锌哩，哇，一个食落就翘起啊哩。在咱台湾嘛有啦有诶一挂即个草药师，对不对也是讲有诶一挂较庄卡诶，较山顶诶伊就讲伊捌两味药啊哩。结果就对，这就是风筝呢，赶紧的，甲骨骨断来要怎呢？就是类似啊，有诶食了到底中毒就死亡啊，这是今日每天一味药，高到换一招，咱就讲到这结束。其他一个下一回讲这个网络，讲这时间继续收看阿宏健康漫谈。再见，拜拜。